这就是我刚才描绘的医院内部路线图，你说的副官就在二楼的病房，你看。有了这个就好办了。是啊，问题是病房的门是锁着的，那看守在哪儿啊？就在走廊的这头。要是这样的话，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。这样吧，我们明天就行动。明天医院要召开例会，二楼只留两个看守。这样的话，我就能把钥匙给偷出来。我们来个里应外合，怎么样？好，就这样。高阳，哎，你现在就把地图带上。通知双龙。好。什么？你要让双龙接应我们？只有接应到他们那儿是最合适的。哎呀，今天他还来过呢。你是说他到了八里香酒馆？对，今天他穿了伪军服把那个刘露给轰走了。起初我和婶子都没认出来。这个大兄弟他来干啥呢？他们呀，刚打下了一个鬼子的军需守备站，还带了一袋大米来呢。哎呦，好样的，真有他的啊。他们真是厉害，还打了一个大胜仗呢。嗯，这样。哎，你是说他们还穿着伪军服装？是啊，不过只待了一会儿就匆匆忙忙的走了。好，这样。高阳啊，哎，你告诉双龙人不宜太多，还穿着伪军服装。嗯，这样把握就算大了。嗯，我明白。咱们还得把行动的时间定一下。对啊，那就三点钟吧。就三点，就这样。我操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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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哎呀，大兄弟呀，你们可真行啊！这这么会儿功夫，你说整回来这么多、啊。仰仗兄弟们齐心协力啊，这一仗啊，我们的确打得很漂亮，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啊。嗯，这一仗打出了我们双龙队的威风。大叔啊，嗯，一会儿把这些粮食带回去，分给乡亲们。啊，哎呀，这叫啥事儿啊？本来是给你们送粮食，你们却给了我们。你看。双龙啊，我们有吃的，还是你们留下吧，谢谢了，谢谢。就是，还是你们自己留着吃吧。大叔，大叔，这大叔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些啊，都是好大的，啊，我想乡亲们可能有日子没尝过这么好的大的，你们就当尝一尝我们双龙队的战力果实，行不行？你看，这么好的粮食，我们就更舍不得要了。多年大叔啊。这些粮食啊，本来就是小鬼子抢咱们的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物归原主。哎，老张说的对啊，就算乡亲们替我们保管啊，如果我们揭不开锅了，我们再找你们要，这总能收下了吧？好，那我们就留下。老张啊，哎，一会儿派两个人护送两位大叔下山。好的，你们俩一会儿护送多年大叔下山。啊，你们刚刚打了鬼子的守备站，他们不会就此罢休，你们可得小心点啊。嗯，大叔提醒的是啊，小鬼子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来，你回去告诉乡亲们，让他们要格外小心。嗯，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，千万不要上山，以免被鬼子发现。如果有事，我们会联络你们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来，走。哎哎，双龙，我听说啊，这附近抗日山林队也不少啊，打鬼子的也有好几帮。你能不能把他们联合起来一块儿干呢？大叔说的对啊，单丝不成线，孤木不成林。现在我们势单力孤，如果能联络其他的抗日武装，那赶走小鬼子的日子就指日可待啊。嗯。大叔说的对啊，啊，好，那我们就走了。
好，走，驾，大叔，哎，慢走，好嘞。你已经是双工队的人员了，应该开心才是啊。有些事儿啊，别想的太多了，想多了烦啊。哎，这些我都知道。双龙，队里的事儿很多都需要你操心，你就别再为我操心了啊。真的，这些日子我心情好多了，我真高兴。只要能天天看见你和弟兄们，我就打心眼里开心踏实。嫂子，你能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还有这山上的兄弟们没人对你不敬吧？要是有，你告诉我，我饶不了他们。没有，你看你，你干啥那么凶啊？弟兄们都挺好的，对我就像一家人。我总是在想，要是能在龙凤山上就这样，那该多好啊。嫂子，你应该高兴才是，就别伤心了。相信我，咱们双龙队啊，队长会越来越好。哎，二尿子。队长，二尿子，嫂子，什么事儿？高阳来了，说有急事找你。哦，嫂子，我去一趟。那你快去吧。哎，我们走。哎，八个，全部殺すぞ。虐殺だ。賛成する。だが最も良い方法ではない。本庄司令官はカンカン怒られてるぞ。虐殺よりもっといい策がない。中国の言葉には中心を狙い撃つ。中心を狙う、どうやるつもりか。鋼の刀が必要とする。奴らの心臓に突き刺す。その刀は鋭いだろう。刀はすでに持っている。的もできた。閣下、敵部隊は時期に我らの藁に入ってくるだろう。我看这样啊，我们直接上二楼，人不宜多，楼上四个人，楼下一个人接应就是了。我说这件事你就不要去了，还是我们去吧，毕竟那个人是我们东北军的人。哎，老张分得太清了啊。什么你们东北军我们东北军了，你别忘了啊，我也是个老东北军。哎，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承认你比我早，我的意思是啊，医院里的日军不少，你脸熟，怕把你认出来。认出来又咋了啊？可那毕竟都是我们东北军的兄弟们，我必须去。好，好，我犟不过你，你一定要去啊！那咱们一起去，这不就得了？哎，老张啊，这回啊，你一个，五子一个，老小子一个，还有山子，我们五个就够了。啊，嫂子，去给我们拿几件衣服。哎，哎，这次行动啊，我们千万要小心谨慎，不能有半点闪失，大家都听明白了吧？听明白了。我们换衣服，准备出发。是。哎，队长，那照你这么一说，那又没我啥事儿了。你说对了，你还真没啥事儿了。哎，谁让你不会演戏了啊？也不会说日语，在家待着。队长，
那我不就是长得磕碜点吗？尿子，不是你长得磕碜，是你长得太磕碜了啊！哎，山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这事不宜迟啊，我们得马上出发。高阳啊，哎，你的任务也完成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双龙大哥，说实话，我这样跟你们一块儿去。你要不怕你的师傅批评你，你就跟我们一块儿去。行啊。你回去告诉我大哥，等这事完了以后，我去趟钟表店。好，同志们，换衣服，准备出发。是。是。严芳，你在干什么？啊，我帮张医师来拿点东西。拿什么？你转过身去，我就告诉你。我知道你要拿什么。你要拿的是这个。你知道了。严芳，也许你还不知道，但我必须告诉你，你们要救的那个人已经叛变了。这是林一秀他们设计的一个圈套，这个人就是安插在你们心脏里的一把尖刀。是这样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还要不要救？那时间已经来不及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林一秀他们肯定就在这里。不如这样吧，按原计划进行，你们先把他救出去。那好吧，既然他们想让我们把人救出去，就不应该为难我们。不过这样，你就有可能暴露。这个时候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。再说那个刘璐早就已经盯上我了。那也不能让他们轻易得逞。严芳，这样吧，你找个轮椅来，我推他出去，然后你跟你的人联系上，告诉他们我在二楼，然后把我打晕。把这个人救出去。这样不行，宋道先生，那太委屈你了。我，还是我把那个人推出去吧。别忘了，你是进不去的。再说了，你早已经被他们盯上了。我是医生，只是带他出去透透风。你赶快跟你们的人联系。宋道先生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。别忘了，我们不仅是朋友。嗯，快走吧。那我走了，宋老先生。该吃药了，别猫哭耗子假思维了，我不吃。八嘎！是你上轮椅，咱们出去透透风。证件。
你是季副官吗？是。还能走吗？可以。好了，大总。刘先生，鱼已经上钩了，你还担心吃不着鱼肉吗？这次可是绝好的机会，让他跑了太可惜了。还有那个小丫头，我早就瞧她不对劲了，这回是不是让她也跟着跑了？那很好啊。很好？难道你不想把她抓住？忙吧，宋大先生，疼得厉害吗？这可真是太悬了。大哥，这次要不是严方及时通知，又会有麻烦。我出门的时候，我看见林秀。怎么说？他也在医院里？他就在楼上。他认识你，他没开枪啊？没有。这一次差点出大错啊！大哥，也不能这么想。虽说这次行动很冒险，但也非常值得，可以说是个意外的收获。是啊，还有严方，任务完成的也很出色。看来那个松岛也是个好人。嗯，是啊。可是你要记住，要斗争，要打小鬼子，没有组织不行。大哥，这个道理我懂，可我觉得我各个方面还做得不太够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慢慢来嘛，咱们大家已经是自己人了吧？对，我们是自己人。那个副官插在你们队伍里，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大哥，我当然知道了。我会让他好好待在双龙队，我会给他好吃好喝好待着。对，咱们有了他，可以打他个声东击西，我们还可以打他个出其不意。嗯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牵制敌人的注意力。这个林一秀啊，他想用一把钢刀插在我们的心脏里，没想到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宝贝，一个大的宝贝，一个大的宝贝，大宝贝。宋岛先生，宋岛先生，你没什么事吧？你的朋友出手可真够重的呀。对了，我替他们向你道歉。宋岛先生
真的很感谢你。您这儿还疼吗？还好。你受委屈了。别这么说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对了，严芳，你不要在我这里，否则我们两个都会被怀疑的。你可别这么说，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，在这个时候我还怕被怀疑。认识你和你的朋友真是我的荣幸啊。不，正相反，我们能得到您的帮助是我们的荣幸啊。宋总先生，喝点热汤吧。来，谢谢。来，我自己来。慢点，烫。来晚了一步，马上上山，今儿就往狗日的，一个不能让他跑掉，我让他们给乡亲陪葬。快好，走走。太君，邓团长，我是从奉天来的，奉了多门将军的命令，来和你谈谈。喝点水。哎，大哥呀，我们已经是马不停蹄了，可最后啊还是去晚了一步。是啊，这说明我们的情报工作还不够完善，对鬼子情况了解的也不准确。大哥，还有一点，就是敌我的力量悬殊太大。双龙啊，你能这么想，我很高兴，证明你很有远见了。目前组织已明确指示，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组成抗日统一战线，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打击敌人。我听说有不少柳子已经组成了抗日武装。可是他们人手少，又散。分散在各个林子里，对鬼子情况了解的也少，他们的仗啊没有你们双龙队打得好。大哥，如果我们和他们组成抗日联合会，那这样对抗日的工作又进了一步。这个想法是好啊，可是这些柳子未必愿意和我们结成联盟啊。这并不难，那些柳子里的土匪都是一些穷苦人出身，在国家危难之际，我想他们会和我们站在一起的。再有，我们打了胜仗的战利品还可以分给他们一些，我想他们不会不答应的。是这样，可是这就需要一个有胆识有谋略的人去接触他们，当说客呀。大哥，那当然是你兄弟我亲自走一趟了。好，双龙兄弟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好。那就辛苦你了。大哥，辛苦谈不上，我发现我呀是越来越佩服你们共产党人了。说实话，我也正在一步一步的向党组织靠拢。什么多门少门的，
我这都快让人整的没门了，唱戏都找不着调门了。我这兵权也没了，找我还谈有啥用啊？邓团长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你想想，这几天你没有兵权的滋味儿，也不好受吧？啊？与其这样硬撑着，你还不如和我们大日本皇军合作。这样的话，我还可以在多门将军面前替你美言几句。哼，合不合作那是我自己的事儿，别人他根本就管不着。哎，就好比这个杯子是吧？它本应该是，装水的。哎，我就把它，摔了，你别人管不着。好啊，我就欣赏邓团的这股子豪气，这杯子摔得好。邓团长，你不要再置气了。还是和我们大日本皇军团结一心，我想这样的话兵权还是可以还给你的，不过要看你自己用不用心呢。如果你再这样一直的意气用事下去，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。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团长，我觉得这位太君说的有几分道理。哼，你懂个屁！你觉得有道理，你跟他谈去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兵权对我来说，那就是好比是一块鸡肋，弃之可惜，食之无味。啊，坐。季副官，你就好好养伤吧。等养好了伤，咱们一起打鬼子。队长，我好多了，就觉得现在浑身都是劲儿。队长，我请求现在就参加战斗。哎呀，不忙，现在还有伤呢。王将军和季副官的抗日之心，我是早有耳闻啊。打鬼子是个长久之计，请季副官务必安心养伤，来日方长。眼下呀，这天气太冷了，最近山上我也没有安排什么任务。嫂子，哎，这位大哥啊，你务必照顾好，有了他我们山上那可是如虎添翼啊。放心吧，双龙兄弟，我一定会照顾好这位大哥的。大哥，你好好养着。哎，队长，咱们最近有什么任务吗？任务？哈，还没有啊。这山上马草充足，兄弟们有吃有喝的，我呀就让他们在山上休整。队长，你这么做可不对呀。你看我们王将军那可真是杀鬼子杀红了眼呢，一有机会他就主动出击。队长，这个时候绝对不能给鬼子有可乘之机。季副官说的是啊，个人有个人的战术嘛。我的战术就是，既不能让兄弟们挨饿，还得让他们有吃有喝的。只要他们有了劲儿，才能有力地打击敌人。你说是不是？是，是。我们再去看看其他兄弟们。老赵，我们走吧。好，你好好养着。哎，好，好。季副官，你快点热水。哎，休息。养好了身体，咱们再打小鬼子。哎，哎，送。
联合其他柳子才能彻底的让鬼子闻风丧胆。嗯，现在这个局势啊，光靠单打独斗显然是不行了。是啊，不过我可听说，凡是柳子上的人都不好说话，都想当老大。你这样去啊，我怕他们不一定会同意。再说了，要让咱们归顺他们，咱们还不甘心。这事儿啊，我已经考虑好了，咱们谁也不归顺谁，咱们啊讲的就是联合抗日。你的意思我懂，可是我还是觉得这样太冒险了。这个时候去正合适，好多柳子都猫在家里，这样不会不公。是啊，如果联合抗日真的成功了，他小鬼子就是再来一个营一个团，咱都不怕他。对呀，这样一来呢，我们可以有效的打击敌人，他们就是想偷袭我们，也得让他们费费劲儿。哎呀，这件事还是我跟你一块去。行了，你就在家看着吧。 啊，你这个人呐，就是犟。行，要不明天去吧。雪这么大，山路又不好走。这山里山里长的人还怕雪吗？我这个人啊，一看见大雪就来事儿。再者说了，这种天气啊，小鬼子也不容易行动。这山上还有一个伤没好的宝贝儿，我们得争分夺秒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这个人啊，你们一定把他看好。 你就放心吧，嫂子。哎，这个人的情况你也了解了。嗯，你和老张多照应着点儿。放心吧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。双龙兄弟，这么大的雪，路上小心点儿啊。我知道了。是啊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。就你们三个人，是不是少了点儿？我又不是去打仗，三个人足够了。那倒是。 咱们去的人少啊，更显得出咱们联合抗日的诚意来。就是嘛。哎，老小子，让样子。哎，准备好了吗？我说你这小子啊，走到哪儿都忘不了这望远镜啊。这是给你带的，看雪景，那多美呀！行啊，你啊，我跟你们俩说啊，好好照顾咱们队长。 徐中队长，你就放心吧，靠摇这事儿可是我们兄弟拿手好活，你就在家等信儿吧你。<笑>我告诉呀，你们呢都放心吧，我这个英雄这次总算是有用武之地了。哎，行了，别扯了，别吹了，把马牵好，我们走。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路上小心。 雪花飞，满脸的冰霜杯里透着黑。龙和九，谁怕谁黑？东北的孩子咋喝都不醉。
中国4億人いる。全員反抗すれば帝国の願いは叶えないよ。もしこのままだと我々はバカバカしいよ。魚は網に入ったと。どこだ。また新しい僧侶が出ただけだ。新しい漁夫を配置するべきではないか。林くん、時にあんたは自業自得だ。閣下、話し方に注意してください。とにかく帝国の軍人は無駄な犠牲をするわけがない。貴族らを討伐せねば。断じて。副官。はい。他们中将に電報だ。三カトンを操作するとき、反抗武装の激しい抵抗にあった。そのため15名の兵士が犠牲した。一つの弾の増援を頼みたい。我ら全力を出し敵を叩き潰す。満州を守る。はい。帰れ。疲れた。閣下、もう一つだが、閣下の友人の松島先生のことだ。とても優秀な先生だ。若くて腕も確かだ。どうした。噂によると品人のためにいろいろ働いたそうだ。こんなはずがない。閣下。本当なのか。調べよう。徹底的に。本当なら許さない。松島。送亲啊郎啊，一送送之在呀，大门呐、西呀，走上前拉住了情郎哥的衣呀，你也难舍，我也难离呀。情郎多待几分钟啊，嘚儿啦没摇人摇，嘚儿啦没摇人摇，留我的情郎多待了几分钟啊，嘚儿啦没摇人摇，嘚儿啦没摇人摇，留我的情郎多待几分钟啊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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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秀玉深深，满地的红雪去如何抗争，展开了无尽的坚韧和永恒。